家好，我是李梦蝶，我今年34岁，我来自于首都北京，现在生活的地方呢位于南半球新西兰的克莱斯特彻奇。我自己本身呢是一名职业的影视制片，平时呢也兼职做美甲师。我是2个6岁孩子的妈妈，所以生活还挺忙碌的。但是我从小就有一个爱好，那就是唱歌，所以这回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参加水立方中文歌曲比赛，并且荣获了克莱斯特彻奇的进京奖，那就进入到了下一轮比赛。我非常希望呢通过这次比赛，我能结识到更多来自于五湖四海但同样有着音乐梦想的朋友，也相信这次比赛将成为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。谢谢。好的，我们一起来连线李梦蝶。你好，梦蝶。你好，梦蝶。主持人好，评委老师们你们好。您今天的参赛曲目是什么？我今天要演唱的是一首老歌，《是否》。好，如果您准备好了，请开始您的演唱。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，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？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？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，是否泪水已跟不再流？是否已演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情到深处人孤独。
将远去的脚步，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，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，我不在乎。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背留给我自己，倔强自己。谢谢孟蝶的精彩演绎。